对啊，山上有两个铁道。我感觉他们他妈干碎大的，就能把我干了。等我呢，我来录一下视频。我给你抽到就要抽。死了呀！再抽，你敢这样喊呀？铁牛王不是被我杀了吗？踩到了，一死。但是那个黑的估计也要死了，差不多。OK， 到我床。老外死了，黑的估计快了。你一直倒车没转向，我感觉你要转一下再倒，他就死了。黑的打，他们出师不利呀、啊！他说你掉了多少个？哎，好想去关机。踩到一脚直接报废。Nice， 可以，今天又有素材了 ，Nice。小慧，传上，我看看，传到 B 站。肯定得传，我两个地方都得传。传了，然后我去给你点个赞。没杀掉那个大黑豹，我操！大黑豹是杰森。没杀掉他，反正快抽死了。我看卡爷一直在抽他。一脚就跑不动了。小绿，你跟着那个卡燕吧，你跟着卡燕。嗯。冷足。卡燕已经无敌，现在没有爆能干。你现在转向一点，多踩一点，没啥缺点了，算快。